这次三好学生的人选就从熊宝和小鸭两个人中选出。嘿嘿，只要我不停地给小鸭找麻烦，这次的三好学生就稳了。小鸭，给我买杯蜜雪冰城。好。小鸭，给我买包辣条。好。我上无影脚。老板，来包辣条。小鸭，去给我买根丝绒铅笔。好。恭喜小鸭获得校运动会女子200米赛跑冠军。还有熊宝，你给我上来。熊宝，小鸭都告诉我了，你每天都敦促他来回跑步，他才能提高自己的运动水平，获得冠军。啊，这装傻了是不是？像你这样热爱帮助同学、乐于助人的行为，一定要把这次三好学生的称号颁给你。这跟我想的可不一样呀。小鸭，都怪爷爷没用，今天只能给你送馒头吃。爷爷，要不是您为了挣钱养我跑去工地，就不会被砸伤了腿。您放心，只要这次能评上三好学生，我就能拿到一笔奖金，去医院给您治腿。哦，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就去跟班主任说，这个三好学生我不当了，让给小鸭。你这么做可是会伤害小鸭的自尊心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三好学生，三好学生，只要你做的不好，那怎么能当三好学生呢？哦，妙呀，我都做得这么不好了，结果老师你还把三好学生给我。小鸭这么可怜，你却不帮他，老师你怕不是瞎呀？谁可怜了？当然是你了。你爷爷一大把年纪还要去工地搬砖。什么搬砖？我爷爷可是董事长，他跑去工地是偷偷视察工作。你为啥说要争取奖金给爷爷治腿？你懂啥？这么说我才能得到更多的零花钱呀。